话，这里在出手会不太好。那时候也是各用比较频繁差异。老师说他上一辈子可能跟闽南地区有很深的缘分，才会他自己不讲闽南话，但是怎么会他师父是闽南人，他师父是讲闽南话，他的弟弟也这么都是讲闽南话。那老师就回答那一个问题，说看不懂的话多找几个法来看。对，那个的话就是，对，就是我们的一个医生导师家，那他那个的话就是导师的第一专业，就是那个波雷卡皮，然后把它做出来。对，所以说用那个波拉皮卡皮的神经去控制。对，那其实他是这边的话就是可以自己那这个是多少？对。那也就是我们中国所讲的四大菩萨之一，我们是四菩萨就是大智、大智慧，然后还有就是大悲观音顺，还有那个大悲观音顺跟大悲观生日的时候，那一些居士送给他的助手，对，那也是讲真的，今早晨也是，那还有这个收获，那代表是长寿的意思。是各位受奖的同学啊，还有陪同各位受奖同学的家长，也的还有校长老师带着同学来的，我们非常欢迎。那请问各位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请举手一下好吗？哦，很多很多第一次哈，好，谢谢，非常欢迎大家的光临。啊，我们这个地方是福严精舍。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叫做印顺佛教基金会。啊，印顺这个名词就是纪念我们印顺导师啊。可能有些不是佛教徒不一定了解，但是如果大家知道慈济的话，有听过吗？哈，慈济的正言法师的师父就是印顺法师。好，所以印顺法师他在对。佛教界啦，或者是在社会种种各方面的学术方面有非常多的贡献。啊，活了101岁，哦，在2005年的时候往生，啊，我们纪念他。哦，那么各位受奖的同学，上这个今天领的是叫做立德奖学金。啊，立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勉励道德。哦，所以像玄奘大学，他们推荐了24位，只有录取了4位。那各位同学都是学校老师，对大家非常高的期许，非常高的赞叹。哦，所以推荐各位同学受奖。哦，那我们希望说，这个主要是希望以品德为主，能够让我们清净身心，能够利己啊，利益。的人，那学业或者是家境清寒这些为主，主要是希望说能够品德清净，然后促进社会的祥和。第四种类型的朋友叫做如意，就是我们的意啊。请问各位，你觉得如意的朋友最可贵的，请举手。好，每个都要举手哦。好，觉得如山的朋友最可贵的。请举手，你觉得最珍贵，请举手。觉得如花的朋友最好的，请举手。哦，好，有业的人，他就像如花的朋友，当他很好看、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不断的去利用他。可是利用价值一消失以后，很快就把它舍弃掉。好，这类的朋友就有点像如花的朋友。第二类朋友呢，叫做如秤，好像称重一样。通常都要保持平衡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些朋友他的性格是什么？你给我半斤，我就还你8两。我不占你便宜，可是我也不吃亏。好，大家打平。好，这类朋友就是如秤的朋友。第三类的朋友叫做如商。好，
印度有一座山叫金山，啊，金光闪闪，不管是不漂亮的野猪在那边啊，它也是金光闪闪。好，漂亮的孔雀，哦，到那边，也是金光闪闪。它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是高贵的，哦，或者是普通的贫穷的，他一视同仁，好，哦，可以有福同享。这样的朋友可贵不可贵？可贵啊！好，哦，但是有福同享，他不一定有那你可以同当。好，哦，第四类朋友呢，叫做罗地，有一个地。我们看大家坐的时候，是不是要站在地上？坐在有地当做支撑，而且这个地里面有很多的宝藏，我们的那个谷物啦、种种啊，都是从依着地而生长，你种在空中，那根本没办法，对不对？好，所以这地对我们有很大的恩德，但是我们经常在感激地吗？没有啊，好，它对我们有很大的恩德，但是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有时候又会踹踹地啊，或者吐吐口水啊等等的啊，哦，那个脏的东西啊往里面倒，嗯。但是地这一类的人，他有福给他的同享，那有些那个承担的啦苦啦，他就替大家承担。这一类的朋友可贵不可贵？不贵。好，哦，那请问各位，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呢？如地的吗？如山的已经很不错了。有可能是如秤啊，有可能是如花啊。那在这个故事里面说，就是要把我们就是培养自己的涵养德性啊，那能够多利益其他人啊。那今天非常欢迎各位来这边普照啊，让我们蓬荜生辉，谢谢大家。默也是多年来支持我们的一个吴师姐，其实她给我们很多的照顾啊。其实因为像我们生命中有这么多的丰富，其实都是她给我们很多的信心，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所以我们团员也曾经到日本两次啊参赛，或是在国内的小学或监所当中啊七八十个这样的地区演出中，我想都是做到推己及人，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也是。我想，只要每一个人想到自己的困境，去找到自己的希望、自己的愿景在哪里，我想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可以突破的。啊，那我也谢谢今天在场的各位，希望我们大家彼此互相勉励，谢谢。还有各位师兄师姐、各位大德、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午安。谢谢，我是苗玉穗五级视障团员信宏，刚才帮大家唱了一首《你是我的眼》。那老师希望说，在这个场合呢，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一些心路历程。那我想在座都是很优秀的同学们，对不对？才能够得到我们这一次的立德奖学金的一个补助。那承蒙吴师姐的帮助啊，我们在苗玉穗成立至今这七年来啊，那我们社会上很多大众默默地给予我们这一些身心障碍者一些帮助，因为在我们过去呢，我们都是自己认为啊，自己曾经是一些在这个社会当中，或许我们觉得自己是没有什么，讲难听也是没什么出息，或者说我们可能是处处只能够寻求别人的帮助而能够生活下去的一群人。但是我们借由像吴师姐或者很多很多社会当中的一些
好心的人士呢给予我们的一些爱跟力量，让我们今天在这七年当中能够成长，能够茁壮，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生命的历程、生命的力量，在这个舞台上来展现给各位同学们看。那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小小小小的成绩呢，但绝对不会是偶然，对不对？你们有试着把眼睛蒙起来跳过舞还是走路吗？没有哦。或者你们把一只脚收起来哈，啊，用一只脚蹬蹬看啊。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呢，一直用你的一只手，你来试着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在你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啊，你三餐饮食是不是会觉得很多很多的不方便呢？所以今天站在舞台上的这些舞者，我们绝对不是今天你们看到这半个小时的一个呈现，就这样子的一点点的一种小小的发挥。这个历程绝对是要靠我们不断不断的努力。什么叫做可能？什么叫做不可能？只要你想做就有可能，你不想做的话就永远都不可能，对不对？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些身体上有这些残缺的人，我们都能够克服了这些身体上的障碍，能够站在这样的舞台上表现给各位看。各位长大以后啊，出社会以后，记得把你们现在所得到的爱好好的储存在你们心里面，等你们出社会以后再把你们这一份爱继续传承下去，好不好？好好，各位加油！好，谢谢你们两位，各位菩萨，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啊，非常高兴你们两个能够在这里共享盛举。那刚好看了这些鸟医学的表演，我个人非常非常感动。他们第一次来，没有在这边经过彩排，我这两根大柱子在那边呢，我是替他们非常提心吊胆的哈。但是我可以看出来，他们身体各方面的障碍不一样，但是要能够做一个团队哈，大家要结成不一关系，那么彼此非常的团结，非常的有默契，所以团结就是力量。那刚刚有提到说不是我的脸，那我们呢是不是要当他的眼睛？不会的赶快学习，不会的赶快教的。好，然后在佛教来说，慧眼除了肉眼以外，另外呢就是我眼睛除了肉眼以外，另外还有智慧眼。因为只有肉眼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不一定看到后面，可以看到大的，不一定看到微细的。好，那可以看到明亮的，不一定看到黑暗。但是我们如果开智慧眼的话，那就除了空气以外，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光临，我们有缘再会，谢谢，谢谢我们的后方法师。尽量用，那我们就开始用餐，谢谢。